还是一个唱歌好听，然后又该怎么讲？他原本就觉得我唱歌好听，又不我想请教一下，就是没办法改观。就是馆长中枪的时候，你有唱歌给他听？你觉得他的枪伤口的又比较快一点吗？有啊，因为我就是去探望他嘛，然后唱《隐形的翅膀》，唱完隔天他就出院了。所以很多人就说，哎，高嘉宇歌声有疗愈的力量，这样子。有疗愈的力量。对啊。哎，我觉得高嘉宇非常幽默。就他后来说那个枪是民进党开的。他可能误会了，在我身上用力的开一枪。我会回避题目。公关能力超高。